高啊，地动山摇，看你会，光看你会怎熬起哦？可是这叫观察，你心内无消，到底怎地发生啥事情的？不休，何必讲不知？今不如你见丢不休。今年对好友王小林无数地狱威，早就上半世都是路，也今年天就变化，这不够吗？为啥你决定了啊？叫我以内伤害，而且叫我思维变化变化，我为何变化啊？我心中所想，既是如此，咱无在咧开口在咧讲哦，我怎样无答应道义？所以心中所想，不如叫我来一遍一次计啊！我一晚我风吹，天天就变，连风是吧？从太不阴，天会错不变啊！你记了吗？两国天意，相思啊，何必走？一君一纪念，要来变相人情薄，为怎样？一路此河道，天意就答应，两国便意。我问你，你讲恋意的对象是？是曹国恋啊呀！曹国恋啊！正是呀！我话你，唔着伊想你啊，后悔。哎，不着，主要是伊想你。今日咱讲，我为何变薄？我心中这部剧，互相演绎了解的。其实我心中盘算的，正是误会，计较错过你去。叶玲子，做咱的内应啊！虽是做内应，虽为不敢自诉，你够想清楚，你敢要误会，是当报应为证。是啊。如果出事比你好卖了够，你够可能会来接死，你够问看嘛，你内定心内意见如何？阿姐，不有请下座。心里那是喜意方多，所以答应这场宴宴主席，我无收着，因为红梅如今刚答应也是票。我昨天会当要看，要我来上龙宫无敢答应这三个亲情啊！要去无嘛是卖黄梅嘞！今年你也知影你的过失，你阿黄梅生来是当输家，不如算一日后计哦，此生卖老去嘛！我嘛你阿黄梅命定，娘子等我走。永驻，进后宫。